珍珠奶茶方便面，周董拿走拿走，别客气。近日，奶茶王子周杰伦刚刚宣布要加盟极限特工四，并且要与范迪塞尔同台飙戏，随后就亲自立下 flag， 是时候戒掉珍珠奶茶，再度回到健身房了。所长瞅着这句豪言壮语，不禁想问我伦一句，你还记得之前对奶茶的承诺吗？请问奶茶做错了什么？因为不会因为你变胖了就不喝奶茶了，对不对？奶茶这么好喝，为什么会变胖不喝奶茶？曾经的灵魂反问，如今变成了大型打脸现场。杰伦啊，你确定这次能戒掉吗？毕竟很少有人能逃得过真相定律呀。要说明星代言的东西自己吃不吃，所长不知道，但周杰伦会喝奶茶绝对是实锤。我伦绝对是一名称职的奶茶代言人。而谈起喜欢奶茶的原因，周董也直言，当然是因为里面 Q 弹的珍珠豆呀。就很喜欢这种偶尔随时可以东西嚼，喜欢。你是因为里面那个东西所以你爱喝？对，前脚还沉迷珍珠豆无法自拔的周董，后脚就貌似让我们看到了戒掉的决心。在录制节目过程中，周董就被拍到把钟爱的奶茶换成了果汁，一边给工作人员，一边又不舍得拿回来猛吸。看来周董戒奶茶的方式大概就是狂喝果汁吧。所长看着如此努力的周杰伦，不禁想对咱杰迷们说一句，你的爱豆都不喝奶茶了，咱们也准备一下，开始燃烧卡路里吧。前方高能，请注意，酒后的爱豆更有杀伤力，而且一言不合还开启深夜送福利模式，也是很宠粉啦。日前李丽涛涛深夜抛出了一大波小视频，黄子韬牌嗨歌大礼包，请拿去，别客气。鉴定一下这枚摇头晃脑的涛涛，还有在旁边跟着节奏一起摇摆的杜海涛同学，俩人这大半夜不睡觉合体嗨歌的节奏，所长这枚老年人怕是跟不上了。不仅如此，俩人一不小心还暗戳戳撒了一把兄弟糖，不知道沈梦辰你怎么看？这大概就是涛和涛之间的嗨歌兄弟情，怕是沈梦辰同学从此以后 K 歌就要多一枚情敌。欣赏过俩人的同框视频，你涛的个人 solo 也别错过。只是真不是所长说，涛涛你接差一点就破的音，是认真的吗？高音是唱上去了，八国看到你离帅气涛一秒变红脸涛，眼圈也微微泛红，怕是真的喝了不少酒。而且你涛还发文表示，谢谢粉丝一直都在，自己很对不起你们，也很爱你们。传说中的酒后吐真言，怕就是这样子啦。真爱粉们接受到涛涛的小心心之后，也清一色在评论区开启暴走这枚可爱涛模式。还有粉丝直言，就是喜欢你喝酒，因为你一喝酒就更勃。讲真，这波回复也是 real 耿直。不过喝酒更勃虽好，可不要贪杯哟。来来来，剧荒女孩们请看过来，近日份人民的财产路透福利请打包收好。日前有幸运儿偶遇正在拍戏的靳东同学，并顺手送上了一大波最新照片。照片里靳东头发花白，留着标准的隔壁大爷款中老年发型，穿着老干部式夹克，佝偻的身形让所长 real 心疼。难怪粉丝们一边感慨安安的官儿不好当，一边还要爬墙放话，我家安安太操心了，剧播的时候伦家要好好爱安安，贺涵陈浩什么的都不要了。确认过 flag， 安安的真爱粉就是这位朋友没跑，前脚还是没迈入中老年的老干部，后脚西装加身的靳东同学就秒进入工作模式，和闫妮儿同框飙戏，一个简单的低头动作都被你东演绎的领导范十足，是枚真实力派没毛病。然而一个华丽丽的转身，在闫妮儿面前妥妥的领导安，在秦岚面前却分分钟成了一枚实打实的吃货安。秦岚在这边对着靳东开启发飙模式，而你东不仅对老婆大人的话置之不理，还直接起身埋头吃起了火锅。讲真，怕是火锅才是东哥妥妥的真爱，所长也是忍不住心疼武力山峰姐姐一分钟。而网友们也是看不下去，纷纷占领评论区表示，老婆都不高兴了，小安安还死死盯着吃的，到底是有多饿？还有宝宝表示，我东本来就爱吃火锅，这回可以光明正大的吃了，毕竟在剧透里东哥也是各种花式小火锅吃不停，怕是这回真对了胃口。说到这里，所长莫名有点饿是怎么回事？看来这回追剧瓜子儿是不够的，得把火锅什么的安排起来了。
自信的女孩就是走到哪里都会发光。日前李嫣同学的杂志封面处女照终于新鲜出炉，虽然只有12岁，但见满满的镜头感也是很有天后妈妈的 feel 啦。无论是回眸还是微笑，哪怕就是一个背影，李嫣随随便便一个 pose 就是一张大片。果然气质这种东西是很有魅力的，拍照时自信满格，拍完照片后李嫣直接开启大手一挥模式，表示照片什么的都不用检查，这态度不用鉴定就知道潇洒的不行。围观过潇洒爽快嫣小姐姐的小爱好也请了解一下，喜欢收集各种虫子的李嫣同学怕是养宠物界的一股清流，不仅养的宠物充满个性，李嫣还有自己专属的艺术工作室，没错，就是那个能写字能画画能畅谈理想的地下室。而老爸李亚鹏为了支持自家闺女的梦想，还特意为李嫣打造了一款专属于她的小木屋，供她看书作画。讲真，这就是赤果果的电视剧情节呀。只想问一句，你家的木屋缺不缺书童？所长举双手报名。不过在这个全民都追星追剧的年代里，爱看书画画的李嫣对追剧显然就没什么兴趣，不仅从来不看古装剧，还表示现在电视里的小哥哥都长得一样，而且太老了，所以伦家只看有妈妈和姐姐的幻月之城，是没妥妥的女儿粉和妹妹粉没跑。另外你离李嫣老师的小公举外表下，还是没实打实的坚强 girl， 小小年纪做手术不仅不害怕，还和老爸开启了术前自拍模式，惹得老爸李亚鹏独自抹泪。李嫣老师也是真的把自己活成了不一样的烟火，有酱婶的女儿，想必王菲和李亚鹏应该很自豪骄傲吧。螺蛳粉们怕是每天都要问自己一次，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博学了吗？别人家的粉丝忙着应援，螺蛳粉这边还忙着开启了科普小站，涵盖面之广简直能撑得起一个大学社团。此生最爱是学习，说的就是你们，没错啦。罗云熙本人是个妥妥的电竞 boy， 玄机宫电竞社就立马安排起来科普电竞知识，各路大神齐聚，还组织螺蛳粉一起打游戏，线下组团看直播还刷到人气榜第一，这战斗力绝对的粉圈大佬没毛病。然而电竞社这峡谷之中偶遇罗云熙后杀他个片甲不留的口号，怕会变成真香现场吧？说好的电竞面前无爱道，你们真的忍心做到吗？不仅电竞社，螺蛳粉的其他站子也是啥路数都有，读书小站就是个真文化人，号召抵制网络暴力，写的是有理有据有感情有深度，安利各种好书更是日常。御膳房不仅每天都有好吃又好看的菜单更新，还顺便介绍下养生知识，如果你想做一枚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天妃，那这里你也可得好好围观啦。而尽管专栏这边还为时不时科普 CPA 注册会计师证这样子的专业成果和资本论这样子的支配了螺蛳粉所有智商的书籍，围观这里绝对带你发家致富不是梦。医学科普小站就紧跟粉丝们操心的节奏，拒绝脱发和养发秘籍，网友们怕都要来 get 一下。还有科学工程部科普的太空材料什么的，怕是罗云熙本人都看不懂，那边是知识的海洋，这边还有艺术的天堂。罗云熙领空画手官博，印象派的画风看得美眉妹都为之震撼，也让罗云熙本尊空降留言绝望吐槽，而被翻盘的灵魂画手也激动到小表演当场去世，这可使不得啊。除此之外还有陆散仙茶社、朝夕文学社、法力小讲堂等等等等，而声优天团更是妥妥的行动派。双十一结束了，但是福利不能停，搞笑不能止。我只希望你能享受是一切，我就无虑，怪我自己。我心中的花枯为时光擦去，我只想要我的快递。人多力量大的站子们不仅有知识有文化，献爱心做公益也是棒棒的。捐赠以罗云熙冠名的优质公益图书室，截止到19日已经收到登记捐赠图书16907册了。看到这儿，梅梅只想喊话爱豆本尊罗云熙同学，今天你学习了吗？今日主角罗云熙家的螺蛳粉，从专业知识到生活常识，从数理化到绘画声优做文章，学术界十项全能，还能称霸电竞圈，做公益也是热情高涨，样子的模范粉值得点赞一大波啦。脚踏车排成一队，